哎呀，哎呀，我屋企啊，本来我买地址住都已经唔知成乜好。啊，最近我听到人咧可以召唤呢个太太咧教你煮嘢食嘅，等我召唤翻佢先。嚟啦，召唤，巨星大餐出咗。必须的，叮叮叮叮，巨星太太说过的。今日我教你好有历史性嘅一个菜式，嗰个菜式会成为咧系日本同埋香港嘅桥梁啦。蛇羹烧味铺头嘅罗先生同埋日本师傅嘅本山先生嘅 idea 共埋一齐嘅。首先咧，你嘅级数唔够，我唔够级数啊，好，而家系时候正式用好大声宣布下今日嘅菜式嘅名字：日本温泉蛋姜葱豆腐。咁而家介绍下啲材料先嘅。首先有日本鸡蛋、油、盐、个饭、姜、蒜蓉同埋葱嘅。好，材料就齐齐啦。咁我哋嘅巨星 cooking start 咯。其实咧，我就冇整过嘅。你会唔会失败噶？唔系失败，第一招失败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好，呢个二个好。第一步，首先我哋要洗手先。时间系金钱，咁样就可以悭到水同埋时间啦。洗完手，我哋首先第一步就系切葱。女人煮菜嘅时候最紧要系乜嘢？专心啊！专心。仲有咧？同埋开心都系好紧要。我就喺后边。你后边父母。若曾背叛背叛你，若曾背叛背叛你，有冇好励志嘅感觉啊？冇啊，我发心眼，专心啲啊！我已经闻到咁蒜蓉爆香。嗦，呢个就系庐山直传嘅。又冇嗰啲蒜蓉系揸好远噶，一定要加先至好香咯。下次咧，我哋真系唔好用咁大火啊！呢个咧好紧要嘅步骤嚟噶，好紧要啊！我哋一齐睇住香港人同埋日本人一齐努力，我哋团结系啦！哇！沾完油之后呢，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加盐，我们加盐撒盐都要要有巨星级。一二三，我夹到啊！阿泽，阿泽，呢度好热啊！人生第一次亲自整嘅姜葱，唔系嗱，大家咧，其实呢个做法真系好简单。切切切同煮，如果剩两个温泉蛋嘅话咧，系准备500ml 嘅水，跟住滚咗之后，滚咗之后点啊？加咗100ml 嘅冻水，可以令到嗰个温度系降低少少，跟住倒落个蛋，然之后等12分钟。等呢12分钟好漫长，好，我哋先用呢个12分钟人生嘅时间学下日文，好冇？好啊！好，巨星 Japanese start。大哥，系点？盐呢个嘅日文叫塩，塩，塩。油嘅日文叫油，油，油。姜就系生姜，生姜，生姜。葱就系ネギ，ネギ。ネギ。蒜蓉系咩？ニンニク。ニンニク。ニンニク。刀咧叫做包丁。包丁。包丁。呢个广东话叫咩啊？呢个砧板咯，你叫砧板啊？日文咧系マナイタ。マナイタ咁长嘅。マナイタ。マナイタ。碗咧，碗叫咩？碗。お椀。お椀。お椀。好，12分钟。香港姜葱同埋日本嘅白饭喺下，こんにちは。はい、私はご飯です。はい、私は姜葱です。我系姜葱です。你都好香喎。系啊，你都唔错。好紧张啊！会唔会唔够温泉？
系 OK 喎、啊、，yeah！ 两个温泉蛋 ，OK， 靓啊！摆唔住，啊！你冇想食咧？未有你哋等住，我哋食先啦，系嘛 ？Yes, yes, yes。未啦，拜，我哋食嘢啦，拜，再见，拜，拜拜。哇，太危险！嗯，嗯，拜。